大家好，我是小萌，我现在是在七台河市新兴矿区呢。这个地方现在怎么这么落寞呢？刚才我从那个道上走一圈，发现那个门市怎么都关了呢？咋回事啊？好像几年前还不这样呢，几年前吴跑跑来这边出个差，他说这边人还挺多呢，现在人老少老少了。我来这边是吃饭来了，就上那个穷鬼大乐园，就网友称呼的穷鬼大乐园啊，你们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啊，这个小店的菜价就便宜到你不敢相信，我素菜3块4块，肉菜10块8块，我觉得这个老板是扶贫办的吧，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呐。我领你们上这个小店外边看一看，如果想看里边饭菜呀菜价呀，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啊，我拍了很多，都是开车来的，就往这边拐，就是这个小店，当地人说他家开10来年了，门庭若市啊，他3点就关门，3点半吧，不做晚餐，就这个店没有牌匾，大家都是慕名而来的，有网友称呼为穷鬼大乐园，因为菜价实在太便宜了，给你们再逛逛新兴矿区，看看这街面，啊，那是我的小房车，你看这街面，这些店没有一个开的，感觉很落寞，很落寞呀。街上都没有几个人，在没有几个人的情况下，那个店能做到那么火？这是寿药一条街呀，好几个寿药。这边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这住啊？感觉真的没有多少人了，看这大楼，全都荒废了。感觉这边不发展了，没有建什么新楼，都是老楼。很多人是不是都搬到七台河桃山区去了？七台河这边不是没城吗？这边就是以前的矿区的，现在没人在这边采煤了，所以人就走了都。你看这门市全都关门了，不愧是矿区啊，这地面都是煤灰渣子，都黑色的，这就挺动心的一个位置啊。这应该是以前最繁华的地带吧，这一块十字街啊。曾经人不都说吗，一个门市养3代人，但是像这门市免费给别人用，要交个取暖费，估计现在都没人用了吧。有稀稀拉拉开的店儿，看修摩托啥的，但大多都关了，不往那边走了，那边出去了，那大楼空楼，往回走吧。再领你们看看那边曾经比较繁华的一个街道，现在成什么样了？那边还有几个批发建材的，啊，这是服装批发城，全都关了。这是广州金马，看这量贩式 KTV 也都关了，真的根本没几家开的了，这看着真的是太落寞衰败了。难道这就是资源城市的要走的路吗？很多资源城市就是没有了资源之后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它也就是因煤而兴的一个区，然后因煤而衰，像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因石油而兴，因石油而衰，反正资源城市结果就是这样，除非你转型特别成功，发展旅游啊，发展畜牧业呀。这个大楼是什么地方啊？应该是一个什么办公的局吧，也都废弃了。农贸市场，这个开没开呀？也没开，应该没开，那个雪都没扫哈，阶梯上的雪。这边还乘公交，4路公交，阳光商城。你看这个地下真的就有点黑，就像煤灰那个黑似的。这一排门市，这就是曾经的这些卖裤子啥卖水机，
阳光商城，嗯，自己想美食城，时不时过几辆车，路上真的都看不着几个人。如果这超市开门呢，那就是这个区最大的一个超市吧。这里是个市场，市场还开着，还有生的大炉筒子。当地应该还是有一些人的，有一些人他就得有市场。这应该是当地最大的市场，这快捷宾馆也都关了。白瞎了这房子，那当时买的时候也得值不少钱。大世界携程全都关了。这是一条河啊，这大车都是拉煤的，造的黢黑呀。啊，这边一栋栋房子，这扔这儿真的很可惜，还那一排排。在这租房子应该很便宜吧？也许你就只交个清暖费就给你白用，要不然放着也是放着。这是异世界服装批发城，我要上车了，太冷了，上车领你们逛逛吧。这暖和的，刚才在外头手都拿不出来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商厦，一个大商场。前方十字路口，这地方开着呢，这地方开着呢，家电没几家开了。这是购物广场啊，这边商场、购物广场、超市以前还不少呢。你们看这边根本就不见新楼了，一个新楼都没有。看这楼都得是二三十年之前的了，没有什么高层啥的。三四间楼，这边离七台河主城区十多公里。我现在回七台河主城区了，桃山区，然后还有一个茄子河区，这是新兴区。那两个区还行，人比较多，市区，这就属于矿区。七台河的路不太好。一颠一坡的，这街两边的平房也都没人住了，平房也都荒废了呀。有些人奔波一辈子，就为了买套房，还了一辈子贷款。哎，有些房子呢，就在这空着，又没人住。他乡容不下肉身，故乡容不下灵魂呐。现在到桃山区了，那桃山区人就多了，这门市啥都开着呢，有人气。前面那个彩虹拱桥一过去，再往前就是市中心了。前方西单河的房子也不贵，走左侧两车道。看这边这楼房也挺便宜的。黑龙江这四大煤城的房子都不贵，孙阿山、鹤岗、鸡西、七台河都挺便宜。七台河是冠军之城嘛，奥运冠军之城，七台河欢迎你。这边有很多冬奥冠军。在七台河开车特别费油啊，上坡下坡的，坡子可大了呢。我这个车上这个七台河这坡都有点费劲呢。这就是七台河的市中心，大商新玛特，当地最大的商场。然后这也是一个商场，这是什么？大润发，大润发超市。反正这就属于最繁华的街面了，这人也不咋多。七台河是黑龙江最小的城市嘛，人口和面积都属于不多不大的。七台河属不属于山城？孙家山是属于山城，七台河好像感觉跟孙家山的地形差不多，周围是山，
像说云南四川那种盘山路，这只是说高岗下坡，就来七台河的路上也不是那种路，就是高岗下坡路。